这次苏里勒风台风势真强，至少吹倒江西县六千丛的芦树，参就是中埔乡今年初盛开的黄金风铃木，倒去的数量都未少。中埔乡清洁队今仔日一透早就兵分三路进行路障的清除，同时国军也加入救灾行列。三层楼高的芦树都翻倒在路边，清洁队人员八点就出门救灾。这地点就位在江西县市交界中埔乡的中义路。用电机将倒去的树仔来分拆，希望先恢复路面通行，后续再由清洁队运输清除。希望把今天能把影响交通的部分先清除了。不止中埔乡清洁队出动，国军也加入救灾，因为这次倒去的树木实在不少。这灾后的画面和今年初盛开的黄金风铃木，实在让人真难联想做伙。慢慢严重。七点就出门啊？哎，吼、哦、啊！你讲这B88严重哦？哎呀，B88严重啊！谁来讲啊？哎，之前啊无看到遮严重啦，啊只健康较头啊，所以拢倒树啊，对啊？对，拢倒几排。啊，唔处理偌济树啊？四五十丛有无？系啊。我们队员跟阿兵哥就把它分成三组嘛，至于在树枝啊，等我们清洁队员有空的时候再来处理。根据关建设处表示，苏迪勒风台来袭，该县至少有六千丛的芦树倒去，为避免影响交通通行，不仅由各乡电器清洁队含国军先排除路障，并进行着后续路面清洁的恢复工作。最近新闻控制中部乡采访报道。